这栋考究的海景豪宅建于2012年，坐落于 Rancho Palos Verdes 的 La Vista Verde Estates， 几乎每个房间都可以俯瞰海洋全景和城市的灯火风光。灵感来源于美国著名的建筑大师 Frank Lloyd Wright 的建筑风格，开放式的设计不但自然光线充足，更体现了无可挑剔的精致细节。五房四浴，室内面积4524平方英尺。高级的巴西柚木实木地板，从天窗、木质百叶窗、地板到天花板的玻璃门，无不透露着独具匠心的设计。在休闲娱乐区，正式的餐厅和带有壁炉的开放式家庭厅，敞向全景的阳台，凸显出惊人的视觉感官。专业的厨房间配有超大的中心料理台，你也可以享受舒适温馨的起居室。主卧套房带有私人休闲区，主浴室配有水疗浴缸和独立淋浴。舒适的一楼带有额外的客厅、小酒吧以及其他卧室。景观后院和超大露台让您领略到梦想中的平和舒适的南加生活。超大的车库能容纳3辆车，宽敞的院子可以容纳您的船和旅行车，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栋叹为观止的奢华豪宅。